迷倒万千网友敲鼓的河北帅小伙找到了。据纵览新闻报道，近日河北一名敲鼓男孩凭借俊朗的五官、阳光的笑容、有力的打鼓节奏火了。有网友评论他长得一脸帅气，打得一身正气，他敲的哪里是鼓，是我心动的感觉。果然360行，行行出新郎。更有网友因为他关注了所有河北的账号，直呼5分钟之内啊，我要知道他的全部消息。这不，敲鼓小伙找到了，他叫崔浩然，来自河北丰宁，今年23岁，他演奏的是潮子会，这是丰宁独有的民间器乐曲，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。崔浩然表示，他的爷爷爸爸都是村里的鼓手，完全没学过，但是从小就站在旁边看大人敲鼓，点子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，接过鼓槌就会敲。要知道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保护和延续实为不易，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更难能可贵。咱们就说自信的中国式浪漫为河北文旅上大分，崔浩然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认识你，打最帅的鼓，传承最经典的非遗文化。